他敢这样吗？把你们放出来，你们就珍惜机会嘛。有些粉丝啊，我把你们放出来，珍惜机会嘛。如果你不想看我，你把我拉黑，求求你们了。那傻，给三个 W， 那是真傻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家人们，晚上好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手机又在发烫了。他敢，家人们，我这个人好说话，但是呢，我脾气不好。对吧？我这个人好说话，但是我脾气不好。给他一次，他还想第二次，那就没有那么好。没有那么简单的事儿了，家人们。对，他是从我上个视频，就是看看你什么时候坏事做完。那我告诉你，是你肤浅了。那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是你肤浅了。对，给他一次。来，家人们打一波上人，咱们好好直播了，好好直播，好好直播，家人们，咱们好好直播。晚上好，家人们，咱们没有点亮粉丝灯牌的，咱们点亮一下粉丝灯牌。啊，针对今天这个事儿，家人们放心，我心里有数啊。咱们今天该正表现，所以说不跟他计较，但是呢，知道吧？以后可就没有这么简单了，家人们。你联系小李总，小李总联系一下桂花树，联系一下桂花树，看看什么情况。或者你联系小李总也可以。把你们放出来，你们要学会珍惜嘛。我这么有诚意的，是不是？我这么有诚意的对你们，你们天天骂来骂去有什么意思？要有素质。哇，这楼下的声音太大了。别说，说不定在直播间，就算在直播间，我也不怕他。家人们，我不怕他，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怕。对，咱们不骂人，也希望你们喜欢，你们就在直播间待着。你们不喜欢，晚上好，春姐，你们喜欢就直播间待着，不喜欢就算了，是不是？你应该让黑粉永远黑。我说实话，我不是很喜欢去拉黑别人，咱也没有什。他说西西说明天来公司先谈一谈。我待在这儿只是我一个小公司，明天带他去酒庄的那个公司，因为那个有点远，就是平时我没在那边直播。如果我连一个人都保护不了，那我说实话，你不配家人们去支持我。晚上好，家人们。如果我连一个人都保护不好，那说真的，
对，我们家粉丝从来不骂人，我们家的粉丝从来不骂人。他不是认识我，他是想过来薅点米，懂吗，家人们？他是想过来薅点米，懂吗，家人们？骗吃骗喝，那个谁离开乐山了，那个谁离开乐山了，他找不到出路，啊，逮到这个机会想要点米，懂不懂？因为我的视频里面有地点在商场，所以说乐山就这么几个商场，他找过来了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支持你倒八辈子霉，我怕你支持别人，你倒八辈子霉。是不是？至少咱们直播间，啊，我们家人们开开心心的，是不是？我把你们放出来了，你们别闹啊，安静点嘛，安静点。你们愿意看就直播间待着，你不愿意看，那就。出门左拐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我不骂你们啊，就是不管你是黑宝宝还是怎么回事，我不骂你们，你们喜欢你们就支持，不喜欢你们把我拉黑，或者说请出门左拐。来，给家人们再发一个300的福袋。他可能经常在我直播间趴着看我直播。咱们不骂人啊，家人们，左上角给家人们再次准备了一个300的福袋，咱们没有参与的家人们参与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有些粉丝他就是看来又要上菜刀了，没事，群英姐，没事，把他们放出来，给他们点机会，你们会发现，哪怕我把这些，总共有400多个，460多个还是多少个，我全放出来了，也没那么多人黑我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理由黑我，我也没对不起任何人的事情，我也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没必要，我们没必要去做那种感觉心亏，没必要。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感谢银花，所以咱们没点关注的家人们，咱们左上角点点关注。咱们没点关注的左上角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500米没多少钱，家人们，没多少钱，能打发了就打发了。至少咱们家的粉丝不会去别人的直播间捣乱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咱们传递的是正能量，咱们不会去别人直播间捣乱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西西来公司吗？他说明天过来，我不知道他明天啥时候过来，回头我给他发一个消息。没事，家人们，没事，咱没点关注点点关注，那没多大的事，家人们，咱们格局大一点，那没多大的事，家人们，咱们家格局大一点，那没多大的事，家人们，没多大的事。他也不可能有第二次第三次点到2万。好，家人们点点赞啊，家人们点点赞。西西是初二主人吗？是，家人们，是。至少我跟西西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，家人们为我们感到开心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？至少我们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。
我没有，我跟你们讲表白这个事儿，我跟你们讲了好多遍了，表白这个事儿好多遍了，燃烧自己照亮他人，我愿意去牺牲做这一切，家人们明白吗？我愿意去做这些牺牲，愿意去付出这一切，但是明白吗？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对吧？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。如果说你喜欢我，你觉得哎小一这个人还行，咱们交朋友。你觉得我不行，你看看抖音上面哪个人行，您去支持他就行了。就是我经常讲的一个词语，优雅退场。左上角给家人们准备了一个300的福袋，好吧家人们，感谢小林的关注。仰望了，感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。对，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。如果说你们喜欢我，你们就支持我，看我怎么做人，看我怎么做事儿。如果你们觉得我行，你们就陪我走到最后。如果你们觉得我不行，那我自己该反思反思，我该改正改正。感谢李德友，家人们，你们说我，你肯定不行了，行不行？不是一个人、两个人说了算。感谢勇儿，不用送礼物，干妈不用送礼物，不用送礼物，不用送礼物。行不行不是一个人说的算，得看最后。感谢春姐送来的帽子，哎呀春姐老喜欢给我送这个帽子，感谢春姐。对，行不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，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的，家人们，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。还是勇儿好，哪里都是铁粉，勇儿对我好，感谢王姐。没事，黑粉他愿意待着就待着，不愿意待着就算了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比那个漂亮，其实漂不漂亮不重要，最主要是什么家人们？最主要是什么家人们？漂不漂亮我觉得不重要，真实才是最重要的，简单才是最重要的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我觉得真实简单才是最重要的，光漂亮有啥用？还在外面呢，你说你还在外面吗王姐？简单真实啊，懂感恩。如果说再往更多的方向说，孝顺啊，对，勤劳能干，心灵美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光长好看有啥用啊？是不是？骂人老板，我不骂人，我从小到大到现在啊，我没学会抽烟，我也没学会骂人。对，什么都不重要啊，主要是人品。到现在我没学会抽烟，我也没学会骂人，因为我觉得啊，做一个有素质的人，做一个招人喜欢的人，对不对家人们？家人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我们要做一个
有素质的，招人喜欢的。左上角给家人们准备了一个300的福袋，家人们没点关注的家人们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家人们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。如果你们觉得乱，那我会建议家人们远离。为什么呢？两个人相处得很累，那就不要选择同路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如果两个人相处得很累，那就不要选择同路。家人们，我说的有没有毛病？对，我不愿意去得罪别人。老板，没事的，我相信你们还会江湖上见面的。我跟谁江？我不抽。就这个点儿，你们就思考。有的人一开直播吞云吐雾的，我很不喜欢，特别是女孩子一开直播吞云吐雾的，又找到漂亮小姐姐了，不挺好吗？家人们，好多家人们希望看到我结婚，希望看到我身边有一个喜欢的人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如果我能一点一点的事业和感情都双丰收，那不是好事吗？咱们不去管别人啊，咱们不去管别人，喜欢就支持，不喜欢我们就优雅退场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喜欢咱就支持，不喜欢咱就优雅退场就完事了。喜欢你和一年十梦能不能点个灯牌？喜欢的家人们能不能点亮一个灯牌？感谢家人们。又开启了新的骗局，请问啊，我给你灵魂三拷问，请问我骗你啥了？感谢杜鹃，感谢佳佳，感谢一年十梦，感谢您，感谢赵姐，感谢用户352。你看，有这么多家人们给我点亮灯牌，证明还是有这么多家人们选择喜欢我、相信我、支持我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给家人们传递正能量，有什么问题？感谢忽悠，感谢慧思姐姐，感谢用户715，感谢素颜依然喜欢看蛋蛋已经回不去了，家人们，感谢我姐回不去了，因为她家庭原因没办法。家人们，希望你对西西好是真心的，我当着咱直播间的家人们的面讲，我会证，如果说我跟他两个有可能啊，家人们，我会用尽一切，拼尽一切去证明我是可以对一个女孩子毫无保留的对她好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我可以去证明我对一个女孩子真心的时候，我可以毫无保留的对她好。初二有联系吗？我们现在有联系了，他不叫初二，初二是他家的狗，他叫西西，家人们，他叫西西。慢慢粉丝都会回来的，因为很多粉丝现在不懂，当他在外面什么了，伤痕累累的时候，还会哎发现，哎，原来一种这儿才是真正的港湾。我想做的事就是给咱家粉丝一个港湾，家人们想要的我能够给家人们满足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对，慢慢慢慢粉丝们会回来的，我一点都不担心，我一点都不担心。可能用回来两个字儿不太恰当，我应该说是什么，家人们会，我会遇到更多更多的新的家人们，
知道吧？我会遇到更多的认可我的粉丝。我把二妹搞走了，我跟她都不认识，你们一天天的真会往我身上扣帽子。请问我认识她吗？我见过她吗？我跟她有任何联系吗？是不是？咱们今天又把所有人放出来了，咱们希望家人们和睦相处。我希望家人们和睦相处，你们觉得能跟我处，你们就点个灯牌。前面的事情咱们就不去计较，不说了，好不好？你们觉得我能处，你们就点亮一个灯牌，咱们好好做朋友，是不是？你们敬我一尺，我还家人们一丈。如果说你们觉得我不行，那就算了。你太自信了。为什么我这么自信？因为我真实。你们不要认为黄毛跑我这儿来啊，薅了我500块钱。对，不，你们不要认为黄毛来我这儿薅了500块钱就能怎么样？怎么不了？能明白吗？怎么变不了？咱们把这些黑粉放出来，你们希望你们能变成铁粉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能够真正的希望你们能够变成铁粉，没必要，有些很多事情没必要啊，家人们，我觉得没必要。如果说你喜欢一个主播，你就支持他。哪怕你每天给他点亮灯牌，你支持他，你不喜欢就远离，没必要在直播间以什么感谢乐百氏，讨厌拉黑，只要不骂人，不要骂得太难听了，没必要拉黑，只要不骂得太难听了，没关系的，家人们，没关系的。是不是我把他们放出来放了3次了？如果说他们还进小黑屋，真的有些时候他们要去思考自己做人，自己找找原因了，思考做人是不是差点意思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说的有没有毛病？有没有毛病？感谢善解人意。如果说我把拉黑的人放出来1次2次3次，他还会被拉黑。有些时候他们得真的自己得找原因了，而不是咱们有原因，咱们的问题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说的有没有毛病？你说1次2次3次放出来过后还讨厌，那都真的自己得找原因了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晚上好，家人们。忍无可忍，直接拉黑。咱们聊点开心的事情，至少现在一切都是在有计划的在进行，家人们，现在一切都在有计划的进行，不是挺好吗？没事，如果粉丝认为我在演戏啊，我就大大方方的说，你们喜欢看你们就多看，不喜欢看就算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有些粉丝确实可能年龄比较大呀之类的，他没有办法去理解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感谢秋雨。有些粉丝年龄比较大了，很好吃。感谢5835，感谢。对对对，对，要有。其实没话说，
这句话挺那个的，挺就你们在我直播间待着，我会让你们喜欢在我们直播间待着的粉丝，你们会发现咱们直播间的粉丝他的这个认知能力越来越高了，知道吧？认知能力越来越高了，这就是好事儿。很多事情他看明白了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很多事情家人们看明白了，是不是？至少咱们直播间的好多家人们变聪明了，不愿意当韭菜了，是不是？你们愿不愿意去当韭菜，家人们？你们愿不愿意去当韭菜，家人们？很多人当了韭菜还沾沾自喜，那没办法。你们愿不愿意去当韭菜？人气不旺，我想要人气很简单，我说实话我想要，但是我觉得这样播着不累，陪陪我真心喜欢我的人，认可我的人聊天，播着不累。如果我真想人气，真的很简单，我找几个我身边稍微人气高点朋友，我找几个我身边人气高一点的朋友，我找几个啊关系好点的朋友，连几个麦，我人气不就上去了吗？我认识很多人。你做你现在粉丝去哪儿？没有阿子，留下属喜欢我的，不喜欢我的那也没办法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打 PK 就上人，我想要人很简单，家人们，我想要人很简单，我找几个我关系好点的朋友啊，让他点点关注，我人就上去了。没必要，有很多事情我跟家人们讲没必要，我不喜欢去搞那么多，人来干什么呀？有个三五百个铁粉不就挺好吗？有个五百个铁粉我觉得就很快乐很开心。对，人不在多精就 OK 了，人多干嘛？感谢秋风送来的粉丝灯牌，我希望咱们家的这些粉丝聪明睿智比什么都重要。为什么黄毛来找我要米？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，因为二妹，感谢风心姐，二妹已经回去了，到底什么情况还不太清楚，不太明了。黄毛在阿伟好像也追过去了，黄毛在乐山无依无靠，可能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我今天看他那个头发，可能都三五天没洗过头了。没事儿，就当可怜可怜他，不挺好吗？以后别给我惹事就行了，喜欢惹事给别人惹事啊，家人们不要来咱们这儿惹事就行。家人们你们觉得对不对？今天是偶遇到了没事，今天是偶遇到了没事。就当打发乞丐了，是不是家人们？你们觉得有没有道理？但是今天我该不该表现？我觉得我该表现。家人们，今天你们觉得我该不该？如果不能够嘻嘻，你们觉得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能留一个好印象吗？感谢芬芳，家人们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如果我今天不能快速解决问题，